真耶稣教会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，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一节，论到对起头，原有的生命的道，就是阮所听去、所看去、亲眼看去、亲手摸到的，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阮也看到。现在搁做见证，这个阮甲父同在，也出现，予阮迄个永远的生命传予恁。三节，阮将所看去、所听去的传予恁，要予恁甲阮交陪。阮就是甲父以及伊的子耶稣基督交陪的。阮将这话写予恁，予恁的欢喜充足。五节，神就是光。第一传言无黑暗，这是阮对主所听起，佮报予恁的消息。咱若讲有在甲神交陪，却犹原行伫黑暗，就是讲白贼，无行真实。七节，咱若伫光明中行，亲像神点伫光明，就彼此相交陪。伊会行耶稣的血，也洗除咱一切的罪。八节。咱若讲家己无罪，就是欺骗家己，真理也无点伫咱的内面。咱若认家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赦免咱的罪，除去咱一切的不义。咱若讲家己无犯过罪，就是用神做公白贼的，伊的道也无点伫咱的心内。约翰一书第二章一节，我的世界，我将这话写给你们，是要给你们无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就在父那里，咱有一个中保，就是那个公义的人耶稣基督，以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的罪，搁唔那为着咱的罪，也是为着普天下的人的罪。三节，咱若遵守伊的诫命，就知是捌伊。人若讲我捌伊，也无遵守伊的诫命，就是讲白贼的，真理也无点伫伊的心内。五节，既若遵守主的道理的，爱神的心，伫伊的内面实在是完全的。对安尼，咱知。咱是点伫主内面，人若讲伊点伫主内面，就该家己照主所行去行。七节，亲爱兄弟啊，我写予恁的，毋是一条新的命令，就是恁对起头所有旧的命令。这个旧的命令，就是恁所捌听起的道。八节，搁我写予恁的，是一条新的命令。地主是真的，地恁也是真的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得照。九节，人若讲家己点伫光明中，却怨恨伊的兄弟，伊到今还是点伫黑暗内面。听兄弟就是点伫光明中，伫伊也无跋倒的因由。十一节，独独怨恨兄弟的，是点伫黑暗内面。搁行伫黑暗内，也毋知所去的，因为黑暗予伊的目睭青盲。十二节，细囝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的罪为着主的名已经赦免。十三节，父老啊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捌迄个对起头就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已经赢迄个歹的。细囝，我要写批予恁，因为恁捌爸。十四节，父老啊，我要写批予恁，因为恁捌迄个对起头就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要写批予恁，因为恁刚强，神的道理常常存伫恁的心内，恁也已经赢迄个歹的。十五节，毋通爱世界，甲世界的事，人若爱世界。爱白心就无伫伊的内面。十六节，因为囡仔伫世界的事，就亲像肉体的情欲，
甲目睭的情欲，甲今生的骄傲，拢毋是对爸来的，乃是对世间来的。十七节，这个世间甲世间的情欲，拢要过去。独独尊敬神的旨意的，是永远伫的。十八节，世间现今是落尾的事，你捌听起讲，迄、那个对敌基督的要来。现在已经有济济对敌基督的出来，对安尼，咱就知现今是落尾的事。十九节，因对咱中间出去，却毋是属咱的，那是属咱的，就会长长甲咱同在。因出去是要显明拢毋是属咱的，恁对迄个圣的受抹油，搁知影这一切的事。二节，我写批予恁。不是因为恁唔捌真理，是因为恁捌，也知白贼，拢唔是对真理出来的。二二节，什么人是讲白贼的呢？敢是迄个无认耶稣做基督的吗？无认爸甲囝的，这个就是对敌基督的。囝啊无认囝的，就无爸；认囝的连爸也有。二四节，论到恁。也着将迄个对起头所听到的，常常存伫心内。那将对起头所听到的存伫心内，恁就会点伫囝的内面，也会点伫爸的内面。第五节，主所应允咱的就是应生。我将这话写予恁，是指迄个引诱恁的人讲的。第七节，恁对主所受的抹油。常常存在恁心内，也唔免人教训恁。有主的抹油，伫凡事教训恁。这个抹油是真的，唔是假的。恁得照这个抹油的教训，点伫主内面。第八节，细囝，恁得点伫主内面，安尼伊若显现，咱就通坦然无惊。当伊来的时，伫伊的面前也无见笑。恁若知伊是公义的，就知囡仔惊公义的人，拢是伊所生的。约翰一书第三章一节，你看父赐予咱是怎样的慈爱，予咱得到称作神的子儿。咱也真是伊的子儿，世间人所以唔捌咱，是因为唔捌伊。亲爱的兄弟啊，咱现在是神的子儿，将来怎样也未显明。但咱知主若显明，咱就要亲像伊，因为要看到伊的真体。三节，今日靠伊，才有这个盼望的，就称伊家己。亲像伊是清气一样，既然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的就是罪。五节，恁也知主捌显现是要除去人的罪，伫伊并无罪。既然点伫伊的内面的就无犯罪，既然犯罪的是毋捌看起伊，也毋捌伊。七节，细囝毋通互人诱惑。行公义的，正是公义的人，亲像主是公义的一样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对起头就犯罪。神的子所以显现出来，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九节，既然对神生的，就无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伫伊的心内，伊也未犯罪，因为伊是对神生的。十节。对安尼，就显出什么人是神的子儿，什么人是魔鬼的子儿。既然无子儿的，就无属神；无听兄弟的，也是安尼。十一节，咱应当彼此相听，这就是恁对起头所听起的命令。毋通亲像该隐，伊是属迄个歹的，来杀伊的小弟。为什么因果杀伊呢？因为家己的行为是歹的，小弟的行为是好的。十三节，兄弟啊，世间人若怨恨恁，唔通掠做奇怪。咱因为疼兄弟，
就知道是已经出世入活，无爱心的就踮伫死内。十五节，今日怨恨伊的兄弟的，就是杀人的，因也知今日杀人的，就无永生存伫伊的内面。主替咱牺牲生命，咱对这个就知什么是爱，咱也着替兄弟舍命。十七节，今日有世上的财物，看起兄弟欠缺，却挞拔人民的心，爱神的心，他会存伫伊的内面呢。细囝，咱的三听，唔通干那伫话甲伫字，总着伫行为甲诚实。十九节，对安尼就知，咱是属真理的，搁咱的心伫神的面前通安慰，咱的心若有责备咱。心比咱的心较大，一切的事无唔知的。二十，亲爱兄弟啊，咱的心若无责备咱，就通安心坦然无惊。果咱一切所求的，就对伊得到，因为咱遵守伊的命令，行伊所欢喜的代志。二三十，神的命令就是予咱信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名。搁照伊所赐予咱的命令彼此相听，遵守神命令的，就踮伫神的内面；神也踮伫伊的内面。咱所以知神踮伫咱的内面，是因为伊所赏赐予咱的圣灵。约翰一书第四章。一则，亲爱兄弟啊，一切灵恁唔通拢忠信，总得试验遐灵是出自神啊毋是？因为世间有真侪假先知已经出来。二则，今啊灵认耶稣基督是真做肉体来的，就是对神来的。对这个，恁通认出神的灵来。今啊灵唔认耶稣，就唔是出自神。这是迄个对着基督者的灵，恁以前有听起伊要来，现在已经伫世间啦。四十，细囝，恁是属神的，佮已经赢因，因为迄个伫恁内面的，比迄个踮伫世界较大。五十，因是属世界，所以论世界的事，世间人也听因。咱是属神的，捌神的就听咱。无属神的就无听咱，对安尼，咱通认出真理的灵，甲差谬的灵来。七节，亲爱兄弟啊，咱应该着彼此相听，因为听是对神来。既然有爱心的，拢是对神来生，搁捌神；无爱心的就唔捌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九节，神差伊独生的囝入世间来。予咱对伊得着活，神爱咱的心，伫这个就显明。十节，毋是咱爱神，乃是神疼咱，找伊的囝，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的祭，这就是疼。十一节，亲爱兄弟啊，神既然是安尼疼咱，咱也着彼此相疼。从来无人看过神，咱也彼此相疼。神就踮伫咱的内面，爱伊的心伫咱的内面得到完全。神将伊的灵赏赐予咱，对安尼就知咱是踮伫伊的内面，伊也踮伫咱的内面。十四节，白切囝做世间人的救主，这是阮所看起也做见证的。既然认耶稣做神的囝的，神就踮伫伊的内面。伊也踮伫神的内面，神爱咱的心，咱也知也信。神就是爱，踮伫爱的内面的，就是踮伫神的内面，神也踮伫伊的内面。十七节，安尼爱伫咱的内面得到完全，咱就通伫审判的日坦然无惊，因为伊什么款，咱伫世间也什么款。十八节。在爱内面无惊吓，爱既然完全，就将惊吓赶出，
因为惊吓就有刑罚，惊吓的人的爱未有完全。十九节，咱有爱，因为神大声疼咱。人若讲我爱神，却怨恨伊的兄弟，就是讲白贼的。无疼伊所看得到的兄弟，就未会爱所未看得到的神。爱神的也得疼兄弟，这是咱对神所领受的命令。约翰一书第五章一节，既然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对神来生。既然爱那个生伊的神的，也要爱对神生的。咱若爱神，搁遵守伊的诫命，对安尼就知咱听神的建议。三节，因为咱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伊。搁伊的诫命毋是重大，因为既然对神生的，就赢过世界，互咱赢过世界，就是咱的信心。五节，赢过世界是虾米人呢？敢是迄个信耶稣做神的子的吗？这对水甲火来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毋若单用水，乃是用水搁用火，搁有圣灵做见证。因为圣灵就是真理，做见证的原来有三项，就是圣灵、甲水、甲火，这三项拢要归伫即。九节，咱既然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搁较该领受，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伊的子做的，信神的子的就有这个见证伫伊的心内，唔信神的，就是将神当作白贼的。因为不信神为伊的子所做的见证。十一节，这个见证就是神赐予咱永生，这个永生也是在伫伊的子内面。人有神的子就有生命，无神的子就无生命。十三节，我将这写予恁信奉神的子的名的人，要予恁知家己有永生。果咱照伊的旨意求什么，伊就听咱。这是咱对伊所有贪恋无惊的心。十五节，既然知伊听咱一切所求的，就知影咱所对伊求的有得到。人若看见兄弟犯无地到死的罪，就当为伊祈求，想要将生命赐予伊。有地到死的罪，我无讲得为着这个罪祈求，既然不义的事拢是罪，也有无地到死的罪。十八节，咱知既然对神生的就无犯罪，对神生的要保守家己，迄、那个恶者也无办法害伊。咱知咱是属神的，全世界拢趴伫迄个恶者的手下。二十节。咱也知神的子已经到，搁将智慧赐予咱，予咱捌迄个真实的。咱也伫迄个真实的内面，就是伊的子耶稣基督的内面。这个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细子，恁着守家己，离开偶像。